Sini. Oke.一生中正。心灵沉静。中跨。脚尖点地。抬脚。平开步与肩同宽。两脚内折。膝关节略张开，无极桩，只此一式，能让气脉通畅。化瘀，无极桩。能让我们身心平静，心情平稳，感受到自身天人地合一的一种无极之状。随着时间站立的延长，身体慢慢可以松放松，膝关节略弯，胯关节放松，身体略下沉，只是无极桩。有时候也可以动一下身子，哪里比较紧张可以动一下，那个手动一下。动完了以后，身体略略往下松沉。这个松跟沉，松啊要放松，沉是整个身体的重量沉在我们的基础地方，也就是最好是停在脚掌上，脚掌与地相接的那个位置。全身松沉到脚掌涌泉穴。五指略略抓地，站立的过程中，可能外界会有响动的声音，可能要排除干扰，排除干扰，无极桩在家里可以站3分钟到10分钟期间，在站立的过程中，可能会感觉到身体有某些部位觉得紧、觉得胀，这个就没关系啊。大家再坚持一下，它以后紧和胀慢慢会缓解。要有时候心情还不能全部平静。站立的时候还有浮臭的感觉，也可以把掌心南左右合在我们的丹田上，
这样子在站立的过程中，就从正常的这个人生理的过程中，会感觉到有些人会感觉到修炼的过程中比较枯燥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身体要下沉松沉，也就是气关节要往下蹲，胯关节往下松沉，松沉。这个松沉沉的过程中，要松弛，心气得以上移，中间沉着，中化。身体略略下沉，入好，但安静了以后，沉下去以后，身体就会滑了滑胀，甚至会出汗，气关节会酸啦、啊。我们抖一抖，让人上升下降的做一下，再手也放手，也可以继续坚持在做混合桩、浑圆桩、功夫加站桩都可以。根据每个人的喜好，有时候也可以把脚步放大一点，膝关节打开一点，两个手放在胸前，我们心脏的前面，啊，与两个脚与肩同宽或略宽于肩，身体松沉。双手抱球状，五指都相对应啊，不要碰到就可以了啊，有一厘米啊左右，手指头的指形呢，很自然的对对齐，很自然对，不要机翘一个人对齐啊，两个手在捞平的啊啊，松肩，沉肘，沉肘。哎，这样子，对，啊，侧面是这样子，不会要平看，后面，身体略略的增加功率。但是站立，身体也会有些某些地方会觉得比较紧张，或者重，或者僵硬。你慢慢的通过意念把它缓解，很重要。手指头跟手指头之间，手掌跟手掌之间，两小臂跟两大臂，两肩跟手掌跟我们的心脏的这种位置都产生一些对应的磁场力。
在家里站桩可以站，啊，肩挺，没几大的，肩上至少放一个能，你挺听见了，啊，就控制能力好，就挺一下，也可以靠一下，上，靠在墙上。可以靠墙的站立，在靠墙站立的过程中，边上最好有些东西能扶一下。实际上，它就是身体往下蹲。啊，在蹲的时候要保持身体的中正。它的项部也是我们的头部头顶啊，就像我们平时要顶住啊做把戏啊啊做杂技的时候保持身体松正，头顶上放着一瓶水啊，现在可以放着一个快餐盒，圆圆的放在头顶上装一些水。收工的时候，自然的把心气往下沉入涌泉，沉入涌泉，啊，再渗透到涌泉穴，哎，对，啊，慢慢的天人合一，归元庄也叫归元收心，一般做两次到三次就可以。看见我的一个眼睛合了吗？看见一个眼睛合。好，下面结束做。啊，我们。他眼睛超干净。好的。眼睛合。现在不用你放回去。一个。是人字桩，人字桩在做的可以，也可以先进入。欢迎，放松下沉，脚跟着地，两手放，是不是跟我们刚才站的无极桩很相像？它这个整个形状，整个站立的状态，就像一个人民的人字，啊，人民大众的人。两撇一横，一竖，竖撇。跟那，就像啊，人民的人字。第二个，就把手拿起，两个手要平衡。手臂要往前一点，不能挺胸，要含胸，含胸。好，再往下，这是大指。再往下，古代的骨子，蹲下去，大腿地面保持水平，两手平行，大家能站立就坚持站立时间长，站不住慢慢的可以往上升起来，双手伸直，双脚伸直。手的伸直要有个弧形，啊，掌心朝里合，手与肩平，
肘关节自然下沉，身体中正，自然呼吸，收腹。在手酸了，再自然的放在丹田上，男左女右。都走，放松就是可以站着站。一点钟准时，六点五十分。现在第二个做动作啊，刚才的人字、大字、骨字做完了以后，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身体的进步运动。谢谢，欢迎，开播。有时候也觉得脚的宽度不够，可以增加它的宽度，增加它的宽度啊。双手先放，先做上下运动。上下看起来是很简单，但是要坚持做下去，每个动作都做五分钟就不得了。一定要保持身体的中正，站立跟下蹲要带有泰拳的那种柔性，中沉广慢，像你那里讲，就一天和那个人说不少，就直接叫了。我把油包倒出放你那里，我可以，好。反正到时候给你吃一个鸡脚、鸡头、鸡屁股、枕头鸡都吃完了。是啊。在站立的过程中酸了，再往右边站，先站直再收。收脚的那个，收脚收不到了，手先合掌，放松，上下前。放松，身子转动，再身子转动，
大钱。这三个点你要搞清楚，一个是中定点，中间在重心往左往右的时候，移动是身体动，后脚蹬直，前脚蹬直，稳定住身体，手往前面自然伸展，往下按，再往中间，啊，再往左边，再放松下去，做成偏码，这是正码，一个走的过程中，在运行的过程。在运行的过程中，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自然式。始终在运行的过程中是松肩沉肘，身体下坐，啊，身体要稳健，旋转要平稳，这是云手势，手上下换，接手势，要蹲下，身体稳健上升，提下站。肩膀可以转动，摆云手势，换手下沉，身体转动，再身体，慢一点，做深的深，慢一点。欢迎。对，下来。我打了人家一个，我走的是一个地方，我走
这个动作要师傅教你。 我这个好做，你看他脸那么的，还那么肥，要给他整齐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想的就是说，发力了以后，这就。 这个都，这个都我在那边，那太长了，我两个来回够了，啊扔吧，够了，两个来回够了，太长嘛。那个他那有中间那条那电线，那个管要小心哦。啊，那个，我给他推个筷子，推了两个来回扔了，不能快。 层分波层波往外层铝层，要这样子才有效果，你这个太容易。 每一次的脚掌，是你都要能打。这个是怎么打？以前喝了酒，今天喝了，第二天早上喝了酒了，他喝了还不安全。
一直用鞋帽子，我帽子，我是帽子。往前推着，下按，前推，下按，前推。下按前推。上挑，前拖，右挑，前拖，左挑，我左挑，刚才在前面这些全部都是固定步伐啊，就上身在动。现在我们水坐运行的过程中，边坐都不好，可以抬脚开步，上挑前拖抬脚，这么加吗？上，下按，前拖，站立，站稳，下按，前拖，与肩平双肘，站稳。慢一点，也可以双手一提，接放平，上接上。好，架势要绷着，稳健，站得稳，站好，先不要那么矮，手指的平衡，
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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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都回来，都回来，但是收回来，收回来，左，都回来，左，左，都回来，左，回来，左，左，哈哈哈哈。左，往下，往前，前，好，大家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先生来干啥了？我先喝一口。我用酒啊，我先搭档了。好，现在叫一般的来打工，先每天。这个不签了一个，一个男的，三个，我们那个不签了，我昨天找了他。两个巴掌。有300多斤，真的。嗯。握着我们的手掌，不是身体，是握着手指靠在这个第二节或者第一节后面都可以，第一节也可以，也就是也可以在指尖上，这个里面的空间大小。特别是心脏这个位置可以经常拍，可以两个手拍。啊，是谁？来很久了，哎，7点钟直播嘛，嗯，国外的学生，啊，国外，啊，国外，加拿大，啊，加拿大，是吧？现场，嗯，也可以从肩膀这样子一个节一个节的慢慢拍。你说我们这边的人吗？哎，他们华人嘛。啊现在中国的语言，广东话、闽南话都是属于世界语言啊。猪头功夫，鸭耳朵，
王先生。现在天气凉好多了，你们那边呢？冷吗？好，现在做一下热身功啊。嗯，泡泡就过来了。无奈人他知道谁跟他谁对他好。对呀、啊。好吧，他耐没好耐，他现在是耐他一开始。换个手，换个方向。好，放松，整天运动。反方向。小臂运动，每个动作做八次，还原。换手，欢迎。啊，双手来，
返回来。双手好，现在我们练一下套路哈。李正，这里。开步。与肩同宽，身体下沉，太极出世。难拆一打开难拆一六同学
没有了量。老七，检讨二部，也行。老七。上三步一，上三步二，上三步三，严守红拳，金刚倒对，落拳，落，太极，野生锤。金龙出水，走底看拳，倒卷龙。白鹅亮翅，也行，这个会比较难一点啊、哦。打开，鹅，哦，海底捞针。白蛇吐信，唰唰，斩首，这，连扫红拳，六风四地，云手，上步，高探马，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可以告诉一下。好，下课了。谢谢老师。下个星期见。